现在进行的是本次比赛的半决赛，下面介绍本场比赛的裁判员及运动员。裁判员王航，记录裁判员耿威、张宝，运动员郑宇博、张坤鹏。现在比赛开始。请双方选手争夺开球选择权，听我口令，预备，三二一，开始。张坤鹏获得开球选择权。各位观众，欢迎您通过企鹅直播、中国体育直播 TV 观看中国四平智诚中央公园杯2018中式八球国际大师赛分站赛第二站第二场半决赛的比赛现场直播。大家晚上好，我是阿苏，苏新元。大家晚上好，我是张庆勇。比赛开始，晚上好，阿苏您好。本场比赛对阵的双方是来自吉林的郑宇博对阵来自黑龙江齐齐哈尔的张坤鹏。比赛采用33局17胜180分钟限时，双方轮流冲球。一上来啊，张坤鹏那个开球的进球率还是保持的一直不错。对，第一盘啊，最起码目前看得到，还是有球进袋。两位球手在第四阶段，张坤鹏是先后淘汰了朱龙跟于海涛，啊，这两位都是山东五虎之一啊。对。而郑宇博这一边呢，是先是战胜了王云，再是战胜了王阳。张国鹏一上来啊，开始有球进，右边中袋的话，二号球还可以过来。这边画面能看到清楚的黑八左下角底袋，12号没有被挡住。看位置。有机会可以把这个6、7啊先打了，然后5、4，黑八呢左下角来去衔接。再起来，看角度。张国鹏这杆的调整，如果上去叫4，就是下来叫5。但是这个上下，尤其是在5号球附近的13号球，还是多少有些小影响。不算很好。低杠会拉，留个大角度的5号球保球。高杆推弹以后上去，为了避免防止碰到13，可以多少带一点点的左塞，不需要很大。第一局张坤鹏胜，比分1-0，开球清谈，谢谢。在这里我们感谢主办单位四平市人民政府，冠名单位四平市智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乔氏中式八球台球桌，农夫山泉饮用水，红宝来饮品，刘伶醉白酒，企鹅直播，中国体育直播 TV， 野豹台球杆，威力台球杆 ，LP 球杆，
波茨干，英国世创6811台泥，比利时亚乐美台球，纳布斯台球专用纳米擦干布，九万级球器，优泽智能球房系统，爱跑光影桌球等合作品牌对赛事的大力支持。观众朋友们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台球圈有料，回复抽奖二字即可参与本场比赛结束之后的抽奖。本场比赛依旧是弹幕抽奖，奖品为一支品牌球杆。两位球手也是继今年年初总决赛决赛碰面之后再一次在半决赛中碰面。对，那现在呢，郑宇博开球有球进弹，上手最好选择红三左上方底弹，这盘球下方啊还是有一个二号球需要去处理。先来定颜色，看黄宇角度还比较直，可以推过来五号打上方的中带，然后呢去尝试留屏幕的左下方的七号球，角度向下争取把十五号球 K 走。一上来现在呢看郑宇博这个位置啊，直接拿五号来 K 了，应该没打进。不过目前来看画面上啊，这张坤鹏也没有特别好进攻机会，十一号球也是非常薄的，看这个是不是要做一杆防守。长台打进，准度非常好啊。对，但是五号球并没有被 K 到，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个人能力啊。嗯，在有些时候你觉得放的位置还是比较安全的，但是对手会有一些超乎你的想象的一些进球。没错，直接拼了一个翻顶带。那看张坤鹏啊，十号球，哦，还是先打一个黑八附近这个十一，有机会带二号，十五带开右边中带，运气还不错。是的，最起码我感觉贴着黑八过来，我们现在屏幕最下方这个中带球，这离九号最近这个十三号，有可能还是够的。而且十五号还把对方六号撞走了，停在了中带附近。这十号球很关键，不打掉的话后面十四是没办法打的。够准，再来，直接扔下低杆啊，再往上走，上方都可以叫个双尾啊，十二号底带，左边九号中带这样的一个位置。对，再走，再叫了一个三位啊，再往上点就是三个球都可以打。对对对，比如说你打十二、十五、九，对吧？那现在是先把下边叫黑八就可打了，那就留左边中带这去做八号球了。对。十五号。
稍稍打厚点，用一点点中杆往下蹬。第二局张坤鹏胜，比分2-0。谢谢。第三局张坤鹏开球。两位选手在本届比赛冲球都表现得非常稳定，那作为半决赛这场关键之战啊，谁能够成功的爆发，将对最后胜利的归属啊有决定性的作用。球进袋，下方九号左边中袋可以有机会进攻，轻推下来顶黑八，或者直接下低杆下来看看十二号左边下方底袋有没有，就是黄衣那位置有没有被挡，看郑宇国怎么选啊，还是轻推顶到黑八再下来。那现在十二的右边底袋后面是可以选择啊，十秒，五、四，中袋十三还可以过渡，轻推打起来，上方有个底袋，然后用上方底袋叫左边中袋。点一下，这杆关键的十二位啊，一定要叫到屏幕稍稍靠右一点点，就留点向左边角度，正好可以蹬下来啊。嗯。啊，利用中低杆或者低杆稍微低一点，力量放轻。哪怕多走一点也可以，对，尽量还是较直，较过头一点点。好球，相反底带正好啊，黑八这化繁就简的能力非常强。第三局郑宇博胜，比分1-2。谢谢。他是我的眼，带我看球房的一切，手机实时查账，开台状态一目了然，明细清单想查就查，可一操作即时推送，手机管球房就选优管家，淘宝搜索优泽计费系统。两位也是现在中式八球的这个顶尖的球员啊，那天您说江小鱼跟花无缺是吧？嗯，没错，绝代双骄，而且两个人年龄相差不大啊。
郑宇波是1993年出生，张冠鹏是96年。这两个天之骄子啊，肯定会陪伴彼此职业生涯到最后的。中袋有球进，底袋也有啊。目标球过线进球算两颗球次过线。对。看上手的定颜色。黄一。这个球其实是不需要挂旋转的，就直上直下就好了，但是他这个还是多少带了一些左塞在里面，直上直下刚好就十二、二号就七号球左面上方的这个底带嘛。哎，没碰库、没碰库啊，很明显。哟，这一个球地基失误啊，把这个局面给张坤鹏了。一上来感觉郑宇博始终在看这个皮头啊，是不是有一些问题啊？张冠鹏的机会，就走两库叫同带啊，第一杆右塞。一些向上的角度，那这杆球看高杆推高啊，有没有机会？嗯，最好能把九号就往屏幕这边、左边这边敲一下。对。直接顶到了中袋，还有的打，不错，效果不错。十号位置不错，继续啊，还可以地杆往回点一点。十二这边用十三来过渡，这杆白球位置要叫好，就叫到你身下没有球。拉左边黑八中带，比赛进程非常快啊，嗯，基本上三分钟一局。第四局张坤鹏胜，一分3-1。谢谢。上一局张坤鹏也是抓住了郑宇博冲球局的失误啊。对。那这一分呢，这一局应该是张坤鹏冲球，看有没有一个好的效果，能够在第一阶段啊把比分拉开。第五局张坤鹏开球，这个球炸的具有标志性的个人冲球特点。对，停在球台中央附近，靠左或靠右一点点，
选球非常好选，上手来看是不是要打七，从画面上来看这个六号的右下角底的感觉十五并没有太挡啊。如果说选花球一上手就没有什么特别好的，除了这个十二号球啊，就是六号球上方这颗是一个稍微大点角度的薄球之外啊，其他花球还是不好进攻的，还是要选十二号。来看这杆白球的控制，顶到过来，哎呦，还好没顶到袋口。选花球主要他们都是在下半台附近，对，白球不会跑太多的路。单色呢，就是上面有个五，花球里边这个十五号球也需要一杆精准的准度。在选球阶段，一杆打进不同花色的两颗球啊，在定色的时候选择率先进袋的那颗球次。对，先打的花色球啊，撞进单色也是不算单色的。嗯，岩石。还是够下的，我觉得这个球如果有把握再往上走一点点，上方还有个单独的十一号球也是可以做一些衔接啊。后面如果你有把握，你就用十五号叫十，然后十叫黑八。哎，没顶开，这个球上面那个好像看不到了。确实是不太够挡，黑八挡了一个包边。这个十号球下边要走两到三库啊，从三四的缝隙中间出来。球看看位置，如果说非常直啊，左上角就低杆再往回拉，再贴阔，尽量叫的跟十五号就直一点，直一点，近一点。擦白球，感觉这下是肯定要精推了。嗯。也很紧张哈，所以不太敢做一些太大的这个杆法效果。嗯，今天这个下午的这个扬帆啊，让我们有点感觉有点变化。嗯，大力灌下，长台拼下，对，边库发力打进，就感觉像那个银河粉碎拳一样，不把这球打碎，不把台子打破，就不结束那感觉。也是感觉扬帆可能也是一种球风的变化啊。嗯，毕竟最近这种准度结合突击的打法确实很流行，而且具备这样能力的球员的成绩啊都特别好。扩大领先优势。第五局张坤鹏胜，比分4-1，开球青睐。第六局，郑宇博开球。
控球基本上如出一辙啊。对，这杆球呢，白球停的位置比张冠鹏稍稍靠右上方一点点。嗯，选球右边有个12号，但这杆花球不是特别好，11、10号。但是现在你如果想选单色黄衣，对吧？一个比较近的右边底带的角度球，近大远小嘛，那角度就扩大了。不好出杆还是要大，但我能力强，还是能打。对，好球啊！这里边我们就要看一下后面黑八的一个处理，包括6号球啊，右边边库上的一个准度。后面有机会的话，可以顶黑八或者顶10号啊，用7号球或者红3向下。如果前面把7打了，那后面用红3吃库勾10号都是没问题的。下来了，先把7打了，那叫到一个6，库边球再准下，5号留角度下来，红3再留一个斜向的角度，向屏幕右边争取去顶这个10号，从里面勾。看这个角度应该还是有一点向上啊，高杆弹一扣下来，对，它已经是在量这个角度了。白球基本上到中线附近啊，就是两个中带的连线啊，横着啊，中线附近再往下走，没问题啊，不需要说这杆球力量特别大，只要把白球的这个低杆分离角打出来，勾到缝隙里边，应该还是可以打。漂亮，这盘精彩，标志性。第6局。郑宇博胜，比分。这让我想起了当年公牛队的主教练菲尔杰克逊说过：“说当你的阵中有具备乔丹这样能力的球员的时候，战术显得很苍白，把球交给他就好了。”个人能力非常强。是的。为什么用爱跑？用爱跑元气好。为什么用爱跑？用爱跑元气好。为什么用爱跑？用爱跑元气好。爱跑光影桌球全国代理招募。咨询电话400-6060-147-5。第7局，张坤鹏开球。这杆力量挤压之后，中带没有球进的。在常考啊，看着这盘球感觉挺分散的，但是其中有几个球过渡上呢，还需要非常细的白球位置。打掉下来，先把7号这边处理了，然后用左边中带的这个红3上去，衔接6号。对，把6打了，基本上右边这俩中带或者甚至于底带就很好处理了。打进，
再用三号球向上沟通，三号交到六，用六去衔接上方的一号跟四号球。看看角度，争取较直啊。角度大就高杆推一库弹起来，角度小低杆轻一点，然后选择这两个球其中一颗啊，现在就已经要确定了哪一颗是留着下来去叫黑八的。比如说你叫黄一啊，叫黄一可以推下来四号球右上角底带留点角度直接往下拉左下角黑八，看这个位置四号比较直，看有没有可能是低杆往回拉，一四同带或者高杆往屏幕右边走，黄一打左边的带口，角度很关键啊，是，哎呦，笔直啊这杆球，只能尽量的打进，停在类似四号球现在这个位置啊，稍稍的往右边一点点。这杆球特别直，你不能偷很大的带角，容易打不进去。还是低杆往回拉，也是没办法了啊。那从十四的左边过来，黑八右下角底带了，杆法需要稍稍低一点。第七局郑宇国胜，比分3-4。谢谢。你爆发，我破发。对。也为本场比赛奠定了一个基调，可能就是在这种狂轰滥炸之中啊。对。最后走向结束。对攻大战啊。对。第八局郑宇博开球，反过来看啊，目前这几盘球打到现在，郑宇博的这个开球进球率要稍稍高于张坤鹏啊。是的，咱们先打到第八盘，一人是四盘的开球，张鹏应该是有两盘没有进，郑宇博这边好像有一盘，稍微郑宇博要比张坤鹏好一点。左边这个十四号，看这个十二号位置啊，有没有机会去带一下？可能直接就要打哈，我就要带。对，但是太近了。这杆球看看角度和距离。不。啊，反向打或者侧向打。太近了，还是要尽量啊，把球再弹下去。这边能看到十一号右下角底带还应该比较直的。
引向右边角度，高杆往下推，起来，中带有球。15号这边也应该够打。嗯，也是一杆双位啊。嗯。那选13，最后15叫黑八就可以顶2号了，黑八叫中带就可以。关键是这杆的距离跟角度。是有点犹豫。对，这个球他怕的是第一杆用多了，往右上往走多了，黑把挡住，不行，发力横抬，再弹抬再过来，好球，没问题。顶一下2号球，插球。8局，郑宇博胜，比分4-4，开球前台。希望张鲲鹏能够尽快的调整他的冲球。第9局，张鲲鹏开球。我们在这种快节奏的比赛当中，不知不觉呀，就来到了第一个官方暂停前的最后一分。对，5-4，这一分很关键，谁能拿得到？中带有，感觉张鲲鹏改变冲球位置了啊，而且白球的杆法上有一点点往上调了。对，向前冲的距离啊有一段啊，能看到现在没有停在中央附近了啊，嗯，下来了。能不能选到单色球啊？目前我感觉最好选的就是一个5号的右上角啊，而且白球是有点贴库的，你想叫6号右边中带要轻推，但这一个这盘球的这个单色球的局面太好了。是的，7号也有下，也行啊，两颗球选一颗，我觉得7号球可能距离近一点啊，但是白球向右边，石换了，这杆值得拼啊！好球，百步穿杨啊！对，两位选手都有极高的准度，而且思路又特别好，我觉得决定他们胜负的就俩字儿：冲球。这个选球次序啊，思路上也是能多少啊看出两个人有一点点不同的地方，而且还有些像白球到位率啊。对，两个多小时的比赛啊，不太好去让一个人保持很长时间的一个准度。是的，也就是二人在打到大概20盘以后之后，哪一方还能够特别准，这个就厉害了。这个角度还是需要低杆往回拉啊，擦白球。这个球如果你从屏幕的右边走这个两脚上来，担心13号碰到，你可以直接就从这条线下去，这条线上去，就9号跟14之间带一点点的反赛，就是安全线路。看来张鲲鹏是带着领先的优势进入到官方暂停。第9局，张鲲鹏胜，比分5-4，开球先台。
官方暂停十分钟，十分钟未到判负一局。关注台球杆研发生产30年，中山大学联合技术研发中式八球国际大师赛指定用杆，相信多数人的选择 LP， 让梦想更进一步。请注意，现在插播一条重要新闻，乔氏球桌能租啦，能租啦，能租啦，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通过信用审核即可零押金租用乔氏球桌，每月仅791元租金，帮您留住老顾客，吸引新顾客。乔氏，中式八球全球领导者。源自英国百年手工制钢工艺，碳纤维纤脚，11.5毫米特制杆头，比九球杆更具准度，比斯诺克杆更易发力。波茨杆，我挚爱的武器。波茨杆，中式和中式八球。波茨杆，中式球杆开创者。波茨杆官方服务热线400-6000-147。有球台球教学大课堂，学台球更容易。首期特邀 CCTV 五中式八球国际大师赛解说嘉宾张庆勇，22年专业台球经验积累，系统化教学，2小时精品课，教你快速提升球技，在最短的时间内记住更多你想获得的知识。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台球圈有料”，查看有球台球教学栏目，或扫一扫直接观看教学视频。看大师赛，参与大师赛比分竞猜。赢金链球杆，还有更多惊喜礼品，快来扫码加入。乔氏台球桌，央视中式八球国际大师赛指定用台，全国4000家高端台球俱乐部的选择。乔氏台球桌，大家好，我喜欢。乔氏中式八球领导者。泰购物广场位于四平市英雄大路与地质街交汇处，集休闲、娱乐、餐饮、
购物为一体的一站式商业广场。敢玩，敢拼，敢发誓，敢浪，敢怼，敢再战，有精力，敢经历，魔侠能量饮料。九万级球器，中式八球领导者乔氏荣誉出品，完美双轨设计，三年售后质保，超十年使用寿命，售后保三年，人工省九万，厂家包安装。九万级球器，售后保三年，人工省九万。销售热线400-6060-147，转二。开始吧。短暂的局间休息之后，我们来到双方第十局的较量。在前九局当中，张鲲鹏是5-4。暂时领先郑宇博。比赛采用33局17胜180分钟限时。本场比赛结束之后，我们还将作为官方的弹幕抽奖。比赛继续，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台球圈有料，在公众号里边回复抽奖二字即可获得抽奖资格。奖品是乔氏大师赛品牌球杆一支。比赛结束，大家不要走啊。对，有球杆抽10秒，再回来看比赛，看中袋有没有下，依旧稳定的冲球，白球也是不错啊，而且单色球可以用一号球去传啊，对，组合球，这样的话单色就容易啊打开局面。这种冲球再结合郑宇博跟张鲲鹏这样的进攻能力，他们两个人无愧于现在的天之骄子的球员。刚好12号球传到了屏幕右边的库边附近，现在呢最右边有个单独的啊一颗单色的4号球，有机会我觉得这个球应该先打掉，因为你的大部分球在中线一直到屏幕下方的，而且你黑八还是在屏幕下方附近，用这些球做文章还是比较好做的。看郑宇博这边啊，先过来6号球，而且是有一定角度，这杆球看能不能避开啊，避不开的话挂15号包边再上去。觉得可能是小这种小甲壳虫。嗯，对，小昆虫啊。小昆虫，因为这晚上了嘛，绿色台泥，这么亮灯光。这两天四平也是下雨啊。对。有点闷热，对。但比北京好多了啊。是好，我们看球赛。延时。撞到对方包边再起来。现在左边中袋的这个5号倒是可以衔接啊。我觉得不行，你用右边不好过渡，你就5号、2号再上去，然后用4号、3号下来。看这个杆的较位，打5号高杆上去就是较3，从2号左边过来了。那就3-4-2，尽量还是要留一些向下角度。10盘球，每局3分钟，什么概念？非常快啊！嗯，中杆往下蹬。他们俩比赛就像踩着风火轮一样，又打平了。第十局，郑宇博胜，比分5-5，开球青台，过来吧。
第十一局，张坤鹏开球。这开球，真是东北话怎么说来着？没谁了，没谁了，确实是没谁了。他们俩这样开球啊，就是不太容易有很多朋友。对，再结合他们的准度，三次啊，每人都一样，三次的炸青，刚才画面里给出了这个数据，每人三次啊，对，三比三，打了十一盘，50%以上的炸青率，一人五盘球里面有三盘炸青，对啊，这还怎么玩耍？左边九号球可以继续清推，刚好可以衔接下方的这颗十二号。看看会不会用14号顶一下5号啊？这样黑八两边中带就开了，然后上面一个底带，这边还有一个15。还是先打15号。打15调14，弹库边多一点，感觉这个球好像有一点点向上的角度啊。看张文鹏是避开还是要顶5号，感觉还是避开好一点，这个球就没有立杆尾，没有立杆尾肯定是要过来了，那就不强迫了啊。对，直接叫底带好吧。对，较直较近，第十一局，张坤鹏胜，比分6-5，开出青台，谢谢。第十二局，郑宇博开球。哎，这杆球两个中带是刚好都吃了一点点上沿啊，就力量稍稍大了一点。但是从我们这个俯视的机位镜头里看，感觉就像是要进了一样。是的，比赛采用33局17胜，
单色打乌啊，右边中带啊，四号球，看白球再过来，刚好可以叫到七，这边二号球角度也是不错。张鹏这盘球里边，如果说后面协调黑八比较好交位的啊，那六号球的位置还是不错的。六号球这位置叫黑八刚好，如果叫直的话，就六号打进八号右边底带。那就也就是说，前边要尽量的将红三，甚至于说上边的黄一提前打掉。再敲一下简化局面，对，信手拈来啊。再推进，然后白球再上去，那这杆球是很关键的啊。我感觉有可能要直接走两库以上去叫黄一了，不然的话打红三的这个球也要叫出角度来下低杆上去啊。肯定这样，嗯，最后一条六是不合理的。现在就一条六，六条三，嗯，三条八，还是有点直。对，而且你低杆向后是有可能撞到对方的花球啊，那就把低杆的高低调整一下，把这个分离角打出来，然后发力，好球，来了，角度还是有些偏大，嗯，这杆球。要不要去尝试顶附近的其他球啊？然后将白球停住，甚至于说发力低杆横抬，什么都不碰，意思是这个意思，但是没有打进。本场个人第一个进攻失误。对，但是这个球确实有一定难度啊，不是说特别简单的球，后面还是没有较劲，所以出问题了。再回过来看一下郑宇国，这盘球里边的一个十五号也是最难的一颗，上手呢左边上方有一个库边的十二号球，要不要拼这个球？因为你拼进了刚好右边有中带可以衔接，拼不进对手可能下方的六还能再打。十秒啊，带着防守。对，很明显出杆之后白球有个右侧的旋转。直接拿开球杆来跳，肯定是想将下边的六号球争取可以跳得进。红三六号选一颗啊，红三郑宇博打左边这颗上方的，很轻的力量打，白球也可以放到库边里边，再做一个，这就是防守的想法。那进攻你拼右上角的这颗，就是九号上方那颗十号球，倒是也可以打，那就看你准度了。啊，进攻还是防守？三分球投进，过来看一看中带十四啊。后面如果说有机会叫十四，中带叫好了，一推都有机会高杆去 K 一下这个十五号。轻了，先拿底带好了。
不过现在这个十四号角度是不太支持打完之后高杆顶十五的，实在不行后面去叫一个翻带好了，就打进十四，十一也打进，有机会叫一个翻带。感觉他要是打底带了。直接拼了，对，艺高人胆大，能不能有机会让我接下一句？胆大艺更高，是这意思吗？是、啊嗯，好球好球，确实准啊。感觉人家打这个跟我们玩的不一样啊，关键是有个人能力嘛，是啊，对吧？这个个人能力这一项你就突破不了了，可能您能走到同样的白球位。但是你在这种压力之下打不进去。没错。第十二局，郑宇博胜，比分6-6。谢第十三局，张坤鹏开球。一样的问题啊，也是两颗中带，中带这个上沿啊，6号跟14号。确实如张指导所说呀，你的注意力不可能保持整场。对，在第一阶段过后呢，双方的冲球的手感啊，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在下降，有些下降。对，我感觉打20盘之后准度都有容易下降了。嗯，尤其是拼长台啊，半台可能还不太明显啊，因为两人都是90后，嗯，体力和精力都能绷得住啊。10秒。5、4。10号球，嗯，这个位置呢还行，还能出杆啊，有点够，需要小后把。继续啊，打进之后低杆拉回来。比赛进行到现在啊，张坤鹏有一次主动进攻失误，对，郑宇博有2次。这边郑宇博也在看啊，4号球右边这颗13，白球位置放到哪里是比较好打的？基本上要走到这个11跟12号缝隙中间啊，往下边一点点。这位置够打，刚刚好。后面9号球去过渡黑八的右边中带是比较合适啊。那下面我觉得11号这个球有机会，一定也要去找机会先打掉。这杆交位，会不会叫右边中带？简单叫法，敲一下，哎，还好，可以。从刚才这角度看，有点好像刚刚要挡住，对，但是后面还是稍微动了一点点啊。
有向上的角度就可以直接往中线位置去走，有点直。给上去再下来啊，就不要勾到这个二号球就可以。大家还是很懂球的。结束的时候，顾十三与郑伟国收走于球队之中了。谢谢。第十四局，郑宇博开球。这一盘同样还是中沿上方一点点，连续的三盘球。这三个球，这几个。郑宇博两杆。啊，张鹏一杆，三过家门而不入。那下一盘，我们来猜一下张鹏会不会炸到上沿。我觉得能进。哟，那你选能进了，我就不能选能进了。咱可以打个赌啊，张指导。咱赌个夜宵。我感觉也能进。嗨，所以说这没有立场。对，不是没有立场。您这是老江湖。要不然。我觉得 啊，这个球可以选择进单色还是双色啊？那得看裁判员摆球啊。对啊，好，那我就猜单色。那我就猜16号。好嘞，好，开始啊。好，那看球。张鹏现在呢是打进了一颗花色球，现在也在量这个角度，放到什么位置？下方12球右边的这个位置呢是非常好去打。刚好从上往下啊，10号球这个位置是可以进攻的，轻推推下，控制好力度。15号呢，右边中带可以进攻，还稍稍有点够啊。延时。力量合适。现在啊，右边这个15号球啊，停在这里可以打12，然后上方13，再下来11号，或者是中带15、12号、11过来13，刚好打左边黑八中带啊。就现在12、11、13，左黑八。底杆控制好啊，基本上比现在这个白球再往右边一点点就可以了。身下小心，不要碰球。
第十四局，张坤鹏胜，比分7-7。谢谢。第十五局，张坤鹏开球。我现在比张坤鹏还紧张呢。是吗？为什么？没什么。是因为17号的事吗？哎，2号先进的吧，左边中带。要回放一下吗？2号是先进的吧？我说是单色球啊。对吧？对呀、啊，那2号先进的吗？肯定2号是先进的呀。那不就双色了吗？双号了吗？对吧？16号。套路我们没真没劲、啊。好，我们来看球。好。现在也是晚间的9:10左右了。确实。大家陪伴了一天。今天比赛之后，明天决赛在下午1点。对，明天决赛是下午1点。而且呢，现在可以提前稍微预告一下我们下一站的分站赛，是在黑龙江省的双鸭山，应该是在8月9号。对，具体信息呢，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台球圈有料”。我们来看一下右边啊，现在14、9号、13，左边稍微一点点有个12号球。那么今天上来，现在14呢，可以稍往回退一点点。12号的去交位，用9过渡上方的13。12号叫九，角度，就这个球往上还是比较多啊。看这个架势，13右边中带应该也可能是有的，不然不会叫到这个位置。这力感是真好，中带再打进，左边还有中带，轻推擦白球，防止静电。确实，这个两位选手打的啊，一个字服。第15局，张坤鹏胜，比分8-7，开球精彩。探寻传世佳酿，稀释珍藏窖里金源古法酿制，千年传奇。水雨争锋，刘伶醉酒。第16局。郑宇博开球。啊，回来再看啊，郑宇博的开球，中带，红三，这盘有球进了，但是过线两颗，开球时机，选择一下，开球时机了。
又到张公鹏的机会。继续击倒。华色打进，左边好像是没叫到啊，这个球。确实是没叫到。你反身十五号也可以再调整，或者我看没把握，你可以打十号球中袋下底杆顶四也可以。可以，因为打底袋你这白球要往右边走，那就调十二是对吧？但是你这个百步穿杨能不能够一直准下去啊？而且我觉得这球好像很直吧？啊，直，确实是。再来吧。左边中袋下方的那颗十三号还是这盘里的一个关键点啊。十二号呢，倒是有机会可以用十号球衔接去叫左边的这个底袋。来了，这个直接先叫十二。上方十三最好，最后就是推上去，叫黑八。哇。还有一点点向下，向下的角度。这个球我觉得强球呢就低杆往回拉，不强球就停在这里。张邦也是过来去量量，不行我就把最后叫黑八先打了，那就要推过来了，然后打十三左边中袋，十秒。这杆球可以稍稍把杆法放低一点点，然后力量放轻，避开九号弹起来，继续再打九。勾这下中袋看看，应该还有，就是手架这儿呢有点不舒服了。小后把，前手架架高，要小心碰球，不要碰球。发力，底袋，你敢准度打进的话领先两分了。第十六局，张坤鹏胜，比分9-7。谢谢。第十七局，张坤鹏开球。开球时机，也开球时机。双方九号球没过去，对，继续击倒吧。七号球中袋，十五号球底袋，两组球，最好打的十五。七，那选择十五，
从下边可以走两库啊，十一号都可以叫右边中带，然后呢打完十一，打十二再上去。这杆球低杆不需要特别低，中低杆带一些右塞就好了。白球一定要出来，刚好下低杆，把十一号打进，然后十二号再上去。这样花色就难点就全没有了。对，你可以推，你也可以稍微翘点杆尾。对，这角度看看能不能高杆避开啊，实在高杆避不开就低杆往回走，再顺这个三七缝隙中间出来，或者停在这条线上。首先来看郑宇哥选择这十二号高杆向下，肯定是有机会避开六号球的，然后上去之后你要叫十三左上角还是叫哪颗，如果低杆向后的话弹库起来要尽量叫到这个缝隙里边，能打到右边的中带才可以，因为本身这个角度是向下的，还是低杆。这个角度可以向上稍稍敲一下二号球，中带刚好。这杆球力量还是有点过头啊，正常应该是叫九然后用十三下来叫黑八，但是现在呢需要打一个稍稍有些角度的九号球了，看准度。有没有机会呢？轻轻往下推，或者是顶下红三都可以啊。甚至于说，白球尽量避开红三啊，留一点大角度的黑八打也可以，不要出现哎力量。这个球还是再发力蒙一杆，太近了三号球，你这么大，不是这个球啊。这个低杆减速的力量还是没控制好，犯规。而前面那个叫位啊，就是右边中带推过来，九号左上角没有叫好。嗯，自由球。自由球。看摆球，可以摆五，也可以摆三，尽量的提前啊，把这个四号球先解决出来。溜了个角度来了，对，这样的话左边中带左下的底带都可以作为 K 完四之后的过渡。哎呦差点没进啊。张国鹏也是吐了吐舌头啊。嗯，或许这角度这不合适吗？需要打四上去再下来，最好是直接叫到一个六号左下角底带，用中低杆发力上去再下来，不需要下塞。犯规。
自由球。第十七局，郑宇博胜，比分8-9。我来吧。第十八局，郑宇博开球。再来看郑宇博的开球，有了，又是不知不觉啊，来到第二个官方暂停前的最后一局了。对，比赛进程非常快。组合球啊，定颜色。没有选上。再看张坤鹏。观众保持安静。还是选 K 啊，高杆发力，二号太近了。这个球来看张文鹏啊，要打比较薄才可以，如果打二号的话，并且白球有机会上去击向红三。又来了，犯规。连续的两盘右上角底带的吊带，自由球。郑宇博，左边13。这杆自由也是没有打进，双方都出现了一些失误啊，都是平时大家觉得不太可能接受的球啊。今天也是双方的第二场比赛了啊，上午他们有一场8-4的比赛，比如说一些什么白球直接吊带，自由球没打进去，都是可能是精力体力啊有些下降。
十秒。有，延时。疾风三，这杆关键的黄一，看白球的西哥走一根线路，再上来五号球，左上角底带。关键还是要看下方气啊有没有够打。角度也合适啊。刚有机会推 KK8 准呐、啊还能保，还能保。10-8，官方暂停。第十八局，张坤鹏胜，比分10-8，官方暂停10分钟，10分钟未到，判负一局。山泉矿泉水，长白山的春夏秋冬。选择乔氏不后悔，乔氏的案子确实好。都在打乔氏桌，职业选手对乔氏是很认可。乔氏球台是最好的，我特别喜欢在乔氏球台上打球的那种感觉，感觉就是一个字，特别爽。我在北京，我在沈阳，我在福州，我在长春，我在宁波，我在陕西，我在途遥。我喜欢乔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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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都喜欢乔氏。大家好，我喜欢乔氏，中式八球领导者。足球杆找衣库，足球杆找衣库，足球杆找衣库。扫描屏幕二维码，通过信用审核即可零押金租球杆，好球杆不用买，租就行。你可有许多选择，但冠军只有一个。野豹球杆，
专注黑八，赢家选择。我是朱亚文，我在一帮人，专业顾问上门量体，高端品质匠心缝制，上门定制，我就选一帮人。他是我的眼，带我看球房的一切，手机实时查账，开台状态一目了然，明细清单想查就查，可一操作及时推送。手机管球房就选优管家，淘宝搜索优泽计费系统。为什么用爱跑？用爱跑人气好。为什么用爱跑？用爱跑人气好。为什么用爱跑？用爱跑人气好。爱跑光影桌球全国代理招募，咨询电话400-6060-147-5。专注台球杆研发生产30年，中山大学联合技术研发中式八球国际大师赛指定用杆，相信多数人的选择 LP， 让梦想更进一步。请注意，现在插播一条重要新闻，乔氏球桌能租啦，能租啦，能租啦，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通过信用审核即可零押金租用乔氏球桌，每月仅791元租金，帮您留住老顾客，吸引新顾客。乔氏，中式八球全球领导者。源自英国百年手工制钢工艺，碳纤维纤脚，11.5毫米特制杆头，比九球杆更具准度，比斯诺克杆更易发力。波茨杆，我挚爱的武器。波茨杆，中式和中式八球。波茨杆，中式球杆开创者。波茨杆官方服务热线400-6000-147。比赛继续，第十九局之后，我们来到双方第19局的较量。在前18局，张坤鹏暂时10-8领先郑宇博。比赛采用33局17胜，180分钟限时。开球时机，两次开球时机，第三次判出一局。开球时机，那对等于说张坤鹏后面一定要大力炸球了。没错，不能太轻。继续击打。你再回过来看郑宇博啊，这盘能不能抓住机会？
失机是郑宇博有一次，张坤鹏是两次。对。失误，张坤鹏有三次，四次，郑宇博有四次。郑宇博一直在看啊，上方九号跟十五号，哪一颗能够先去定颜色？九号没问题啊，够下。左边有中带可以过渡，争取看看能不能打直刺下来，先把下面这几颗球先交到位。尤其是郑宇博一直在点啊，右边中带下方边库附近十三号的一个位置，漂亮。继续再利用低杆啊，避开对方球。好球，十一号够直的话，直接低杆往回拉，留一点十二球向上角度。可以尝试的啊，直接去叫十五号球，过中线往上多一点点，甚至于说叫到开球线附近都没关系。十号一推，弹起来，左边十二号中带，留角度下来，继续黑八。插白球，再来中低杆打十二，八号球就要左边中带。十九局，郑宇博胜，比分9-10。在这里，我们再一次感谢四平市人民政府、四平市智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乔氏中式八球台球桌、农夫山泉饮用水、红宝来饮品、刘伶醉白酒、企鹅直播、中国体育直播 TV、野豹台球杆、威力台球杆、LP 球杆、波茨杆、英国世创6811台泥。比利时雅乐美台球、纳布斯台球专用纳米擦杆布、九万级球器、优泽智能球房系统、爱跑光影桌球等合作品牌对赛事的大力支持。观众朋友们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台球圈有料，回复抽奖即可参加赛后的官方抽奖活动，也可以查询相关的赛事信息。第二十局，郑宇博开球。开球，又是没有球进带啊！右边十一号在中带上沿的位置啊。单色球又是一个相对简单的局面，可以先把上方的球打光啊。对，最后利用五号下来，可以衔接七跟二。这杆球角度合适，高杆上去可以先交六啊。就这盘球，它的先后的这个打法，也可以因势利导啊。
如果你觉得这个打三号上去衔接比较麻烦，可以回手点进之后再回来，先把七号打掉也可以。十秒，选择都很多，延时，看你最后白球到位的情况。一把右边过来之后，看下面这两颗球。因为这俩球啊，在这个花色球当中啊，特麻烦。啊，整盘球里边，他们两个是这个行走这个大部队线路上，是最不好去叫的。对，附近对方球特别多。哎呦，这杆球效果好啊！教皇一好了。右边中段下方的边控直控上去，然后黄一调六，六调五号左边中段，黑八右边中段。依旧保持着两分的分差。对，第二十局张坤鹏胜，比分11-9。第21局，张坤鹏开球。黄一进袋啊，大力炸球，球进袋。而且这盘球的局面，我们能看到，这就是我们说的大力炸，有球进，位置还不错的局面啊。今天我们碰上了。对。同队比上一场比赛半决赛，阿卜拉江跟杨帆的大力冲球就没有，对，然后炸了大约将近十多盘啊，也没炸出一个特别明朗的局面。对，现在张坤鹏是两次失机啊，就这个开球失机，也是悬在张坤鹏头上的一个达摩克里斯之剑。嗯，他只能是选择大力冲，但是这种大力冲完之后又有球进，局面又好，只能是可遇不可求。没错。来看他后面怎么处理吧。再走交七，哎，好悬啊！确实有点悬啊。可以高杆推扣弹起来啊。这杆球如果说感觉角度容易再往屏幕右边走，你可以带一点点反赛都可以，或者这杆球就单纯的用高杆的高一点和稍微往下一点去走，都行。看架势要低杆了啊，再上来四号球。因为刚好上面有个单独的四啊，张鹏也是想到了这个球，我用后面球去调可能有点费劲，对，容易出问题、啊。而且别小看他这个左下方的八号球，这个八号球停这个位置挡了一面。像这根五号白球要往前走一点点，不要说往后走啊，不要往上，要往下走一点点。
杆法不要下低杆，最多停在那里，打一个替换啊。角度向上啊，就有机会可以推，或甚至于发力中杆往上蹬啊。没问题，高杆可以弹一库过来。哎，底带可以打这个位置，我们看能不能打得进，就别爆杆就行。对，能不能超过两分的分？你正常的力就行。哎，对，好。第二十一局，张坤鹏胜，比分12-9，开球星台。第22局，郑宇博开球。左边中带有球进，摆球只看去掉之后啊，两组球的一个情况，目前看是相当好。嗯，摆球只取掉之后呢，右边七号球可以选，上方有个六，花色球目前不是特别好去选择，所以说我觉得选单色是可以的，而且四五这边啊，可以有机会单独叫两边的带口，现在就可以来打红三调整。带有吗？有的话可以利用点低杆啊，打进之后呢，叫到右上方打四。擦白球。在高杆，两库以上，看看位置，还不错啊，刚好右上角底带。继续的啊，可以利用中高杆，开球青台。第22局，郑宇博胜，比分10-12，开球青台。张坤鹏的大力冲球吧，第23局，张坤鹏开球。
球进袋，白球位置呢算不上好啊。对，左边十四还是可以进攻，九号球是一个稍稍有点大的反角度，这盘球上来单色是不好选，花色十四还稍微好一点，如果能推下反手过来，下方这个九吃扣起来可以勾黄一，十一号这边就可以解救出来了。还要打九吗？防一个，防守。其实你比分领先啊，对手又是郑宇博，这种代价比较高的拼球还是尽量的避免，对，容易付出一分的代价。对，打这颗最主要原因就是我看到了黑八在这个六号球下方，再一个就是你拼十一号还是有一定难度的。不过这杆球啊，如果真的能拼下，上方还是有十三号球有机会可以去 K 的。没了，薄了。郑宇博的机会。十三有机会 K 黑八，稍稍带点低杆，咱们叫到十，漂亮，好球啊！低杆解决问题。需要下低杆下来啊，十秒。九号可以叫左摇摇底带，十五号有机会去传啊，十一延时。稍稍给些力量，小低杆。你这杆白球位置很关键。郑宇博主要就是考虑的，我如果传的话，因为十五传十一是向下的，十五号传完之后容易往下走，停到一个离库边比较近的位置啊，不好进攻，他有自己的一个考量，稍稍给点力量下去，嗯，还能薄，再回过头来看九。这个位置有点微妙啊，不好判断到底够不够下。还是要包，不甘心。这颗九号球从我们现在画面来看都不太好确认啊，是如果是够下的话啊，没问题，刚好是有这边角度啊，可以继续啊，他两库上去，有点儿，哟，这杆球还稍稍打有点厚啊，关键黑八。
化腐朽为神奇了。第二十三局，郑宇博胜，比分11-12。第24局，郑宇博开球。有球扎进，但是郑宇博现在的这个开球运气啊，不算很好。目前呢，选球没有特别好打。左边的黄衣和另外一颗花色球啊，也是将这个白球的进攻线路给挡住了。10秒，反向屏幕右下方的底带，3，哎呦，稍稍差了一点点啊，还是厚了一点点啊，这杆就很难的啊，可以理解的。比赛时间已过半，白球还是稍稍还是有些靠库边。这个也是量了一下白球向下打中带的一个角度啊，一条线路。着了。有没有可能翻下这一杆球啊？主要目的还是想稍稍挡一下右边的带口。对，
又三进，这两个球可能本意都没想进。我就是想安安静静做个防守，怎么就那么难啊？本意还是不想是。这盘花色球下方的两个底带呢，也是分别挡住了袋口。张国荣现在上方，来看红三这杆的弧度。打进。来看这杆球。如果说二号球将十帮进，白球一定要控制到比较好的位置才可以。比如说我单纯就是帮进低杆强力的拉回去停到屏幕上方做防守，因为你停到下边的话十二肯定够打，停到中间十一够打，低杆上去。我觉得这个球郑宇波还是有可能会拼下的啊，因为值得一拼，而白球掉到屏幕的右边，十二号呢，甚至于叫到二六中间啊，就八二缝隙中间都可以打。稍稍也留了一些后手，对，
漏球了。詹坤鹏的好机会啊，如果始终是有两分的这个领先优势啊，对手就会慢慢急躁起来。而且你离这个赛点越近，对，对手压力越大。然后结合你冲球的优势啊，比赛是33局17胜。24局，张坤鹏胜，比分13-11。25局，张坤鹏开球。这盘呢是没有球进袋了。是的，因为你不可能老是大力，对，大力冲球老有球进嘛。张坤鹏抢四，郑宇博这边抢六，两分的分差。下方两个底带，右边有个中带的14啊，可以向上。画面上看啊，就9号球的左上方底带啊，对方的单色应该也是没有挡，就是2号球没有挡住。刚好可以用9号球向上，甚至于说，左边中带的上方那颗13号向去叫这个15。首先啊，左下底带这杆低杆发力之后的效果也是不错啊，把这一的14号给 K 了出来。来看这14啊，可以先过去衔接15跟9的其中一颗。哎，小了一点啊，稍稍还是有点小，再来调整。9号还是可以叫底带，就是叫同带啊。对，角对合适。右边底带12球没有，一定要避开黑八，叫到右边打左边底带。杆法不需要非常低，力量打进之后呢，相反的中带，等于这一盘是破发了，下一盘是郑宇博来冲球。对，25局，郑宇博胜，比分12-13。
第26局郑玉博开球。开球时机已经两次开球时机，第三次判负一局，选择我也两次时机了啊，一样啊，都两次时机，继续击倒。现在也是过了20盘了，打到了第26盘球，能感觉到双方，我觉得在这个体力精力啊，包括瞄准的一个专注度上，确实还是有一点点下降。你看这个白球 ，K 球有一定运气，那白球呢也没控制特别好，10号球还是个大的反包角度。可以拼，犯规。自由球。上手就可以摆这个16位置啊，将15号球比如说处理一下，这个局面基本就开了，然后8号球右边底带非常好打。白五就是直接交位啊，交16这边，或者是直接过去顶10秒，刚好左边还有个红3可以过渡，直接交呢就打6号。4、3，还是想顶一下。底带刚好，4号、6号、2号，啊，红3左边，K8右下角，这局面啊，上手第一杆 K 球之后呢，就基本已经打开了，很像我们平时练舌彩的最后三颗。敲一点杆位，蹬下来就好了。也是勉强的保住了自己的冲球局，双方再一次打平。第26局，郑宇博胜，比分13-13。谢谢。第27局，张坤鹏开球。
力炸，有球进袋，战平了啊，平抢四，对，而且又到了第三个暂停之前的最后一分。最关键的就是十一号了。刚好高杆过来啊，尽量的坐近，坐直。他感觉这杆球好像不太允许往下，就是过不了右边中带下方。这个球真的是比较直啊。上方五号啊，刚好有向右边角度。这个杆球的话，如果先叫难度球，有机会也可以先去叫红三啊，然后再用七号球来衔接黄一和六号。三七一六六八。同样是红色系的球，同样是进攻右下方底带。也同样是对双方来讲非常关键的一颗球。能不能打进？没问题。小灯一点，推过头一点点啊。六八可以叫同样的右边中带啊，叫直的，往右边一推，八号球也可以打底带。关键看黄一的位置。郑宇波也是在前两个阶段都是落后的姿态啊，对，进入到暂停，这次以领先者第二十七局郑宇波胜，比分14-13，官方暂停10分钟，10分钟未到，判负一局。
有球台球教学大课堂，学台球更容易。首期特邀 CCTV 五中式八球国际大师赛解说嘉宾张庆勇，22年专业台球经验积累，系统化教学，2小时精品课，教你快速提升球技，在最短的时间内记住更多你想获得的知识。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台球圈有料”，查看有球台球教学栏目，或扫一扫直接观看教学视频。看大师赛，参与大师赛比分竞猜，赢纪念球杆，还有更多惊喜礼品，快来扫码加入。乔氏台球桌，央视中式八球国际大师赛指定用台，全国4000家高端台球俱乐部的选择。乔氏台球桌，大家好，我喜欢。乔氏中式八球领导者。泰购物广场位于四平市英雄大路与地质街交汇处，集休闲、娱乐、餐饮、购物为一体的一站式商业广场。敢玩，敢拼，敢放肆，敢浪，敢怼，敢再战，有精力，敢经历，我想能量饮料。九万级球器，中式八球领导者乔氏荣誉出品，完美双轨设计，3年售后质保，超10年使用寿命，售后保3年，人工省9万，厂家包安装。九万级球器，售后保3年，人工省9万。销售热线400-6060-147，转二。探寻传世佳酿，稀释珍藏窖里金元古法酿制，千年传奇，谁与争锋，刘伶醉酒。富山泉矿泉水，长白山的春夏秋冬。选择乔氏不后悔，乔氏的案子确实好，都在打乔氏桌。职业选手对乔氏是很认可，乔氏球台是最好的。我特别喜欢在乔氏球台上打球的那种感觉，感觉就是一个字，特别爽。我在北京，我在沈阳，我在福州，我在长春，我在宁波，我在陕西，我在途阳。我喜欢乔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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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都喜欢乔氏。大家好，我是徐冠。乔氏中式八球领导者。
暂停之后，比赛继续，我们来到双方第二十八局的较量。现在郑宇博是14-13，暂时领先张坤鹏。比赛采用33局17胜，抢十七的比赛。一个抢三，一个抢四啊。十秒，来看开球。现在也是到了关键局了啊，双方一直没有拉开特别大的一个比分，现在是郑宇博反超一分，双方啊5号球，右边4号球，定颜色是最好打的两颗。十秒，5、4，4号这边没有带到，3号有点向下角度。要还是在考虑左边边库的那颗6号球和上方中带小缝隙的2号球。5、10。10秒，从下方还可以啊，继续啊，弹底扣出来，怀疑左下角也是有下，打进6号。再次来过来确认啊，脚七的角度跟后面打2号的角度。看位置。继续啊，提往回拉，小心中带，小心中带，看力量，没问题。
自然相平衡左边的角度。这杆球二号啊，一定要较薄一点，嗯，就是横向打，这样便于向上走位。因为我们这位置来看，二号球离库边的这个缝隙还是有点小，如果说较的比较直，可能不太方便于下低杆向上较啊，还是较从一种薄球的角度最合适。关键球有可能要走两库上去了啊，直接一库是不太好去走的，如果力量发的大一点可以两到三库啊。哟，这球就是很难打，首先对，就一定难度，打进还要发力，轻推没有黑八位。好球，漂亮，漂亮。没话讲，第二十八局郑宇博胜，比分15-13，开球清台。第29局，张坤鹏开球。但是白球位啊，这杆有球进啊，也是跟张坤鹏开了个玩笑。就等像前面郑宇波有一盘炸完之后呢，左边中带两个包围的，然后呢郑宇波打了黄衣右上角没打进，这盘没办法了，只能做防守，确实是没有什么好机会进攻。郑宇波也知道，我这球如果打包边从右边出来贴到六号身上，左边这个石可能就够打了，花球够打，这盘能看到上面位置还是相当好的。5-4-3，对，他也不敢往右边多放，多放十号就够打了，这盘花球位置还是不错的。机会球，这种情况下就看叫什么超级球员的个人能力展现时间了。对，可以不打再放一杆，但是如果你打进并清台，就是你的个人能力的体现。这个11号中带，11号的底中带啊，中带啊，
小球，一杆突击啊，拿到球权，能不能咬住？这杆球打着还是有想法的，对，想带一下八号球。对，目标球打薄了，低杆效果出来了，但是目标球打薄了。继续薄中带啊，下反赛再下来。还要再拼，没叫到一个非常好的位置啊。这杆球准啊，好球，力量。十号球能看到角度还是比较大的，十五号呢还需要从上方再下来。再看角度怎么样，还是有向上的角度。关键一杆，翻带看这颗球的厚薄了，因为黑八是刚好有点贴库，这颗球的话要打得稍微薄一点。两库，哇，有了吧？哎呦，有这个球，就这一点点啊。嗯，从画面上看感觉好像要进啊。我觉得郑宇波上手的话就一个荒一的压力，而且发力往下打，打完四荒一，这荒一跟黑八差不多，压力是等同的。你看你的心脏够不够强的教位，低杆 K， 但低杆 K 有可能就不会 K 好，也是一定一样有压力的。这个高杆过来顶一下，还是要发力往下打。直接往下蹬杆，或者高杆右塞很强，这种球难度相当大啊。因为对手黑八是在带口附近的，郑一波也瞄了一下，有可能不太会去强行的叫特别好，把力量减轻，先打进，然后再拼。为什么是超级球员？这一杆就证明了，非常好的准度，就是
白球现在跟六号球角度稍稍有一点点直，来看一下这杆交位啊，实在不行就发力走两步再过来，直接低杆了，反赛再走，五号能看到，七号能看到右边中带有单下或者接力了，二号、五号，简单。这个局面完成青苔，超级球员，这就是证明。我觉得这个时候大家可能跟我们的感觉差不多啊，嗯，就不太敢去深呼吸的那个样子，虽然没在现场。对。也是很紧张，率先拿到赛点。第二十九局，郑宇博胜，比分16-13。这盘球打的，引用《孙子兵法》的话说：“急如风啊，徐如林，侵略如火，不动如山，难知如阴啊，动如雷霆。”第三十局，郑宇博开球。郑宇博的冲球胜赛局，看看能不能冲进啊？有机会，如果能够冲进球，局面还好。大力冲了，那就很有可能直接就这一盘拿下了啊！看看运气、效果、白球，首先花球失误肯定能打。上方我们能看到是非常的散。下边衔接球也不错啊，就十号球跟十一。看郑宇博一上手啊，怎么先来把这边的十号球跟十一先解决掉，这样黑八底带开放了。花球呢也没有什么特别难的了，上方九号中带，十三号左上角，十二号左下，这都是问题不大。首先定颜色，顶到再过来。别说话，这颗球看有没有想法啊，先拼一个十一号，走右边底库和边库上去，争取叫到现在屏幕上方的这个九号球，高杆推两库啊，嗯，到位，轻推过去，十三下方底带或者中低杆轻轻点，白球横着走，关键球，就这杆球决定的这个白球位置啊，就会决定后面黑八好打还是难打。发白球，还是可以啊，高杆弹底库上去，十二号尽量较直，感觉好像要拿下比赛了啊，
杆法可以稍稍低一点，但力量放轻，横向的往屏幕右边走，就可以叫到八号球中段。有可能张坤鹏要起来握手了。张坤鹏也是在比赛的中段之前啊，一直在给很多压力。打进八号，本场比赛结束，郑宇博胜，你分出了压力啊，展现了超级球员的特质。谢谢观众朋友们，现在可以输入弹幕啊，决战四平啊，参与我们的抽奖，决战四平。也确实，自古以来，能受天磨真铁汉，不遭人忌是庸才。能走到现在这个位置上，对于两位球员来讲都是不容易。而郑宇博也是继年初的总决赛之后，再一次从资格赛一路打进决赛，看能不能上演年初总决赛的奇迹。我们在这边等一个导播的信号就可以抽奖了，奖品呢是一根大师赛的品牌球杆。决赛呢是在明天的下午1点钟。好，张指导请。那现在开始啊，倒计火数，五四三二一，好，稍后中奖信息将出现在屏幕当中。朋友们，就让我们坐看云卷云舒，静待花谢花开。明天下午1点钟，到底是杨帆王者归来，还是郑宇博继续卫冕？就让我们明天见。啊，明天见，各位。11点练到11点半。哦，那我就你是11点半练到12点，就这个弹的话，那边那几个12点到6点半就好。啊，那不用，对吧？行。对，我要杨帆，咱们想在那边练练风格，然后我们再有点空就好，到这去，有点事儿的话，帮个忙啊。多好呢！小鹏啊，你拿着东西上这儿来。今天你来就值了。孩子没扫光。